已经到啊，咱会当做表决啊。等一下，啊，老张煞要回来啊！别怕，再来。一定夫人，我会当代表阮太太。好，那呢，今麻咱就会当举手来投票。 认为孙燕娘麻烦了，副院长这个职务我一点仔拢无留恋。若是在座各位认为评定这么重要，好啊，我愿意负起责任，我主动辞职。啊，不过我希望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就好，因为就是不够的。 卖去看到位去平台，李经理，你若是愿意接受我的要求，今日等我把刀拢开掉以后，明仔载一透早，我就来办离职手续。从今以后，你绝对袂在尤总阿伯因看到我，在场的各位当事，拢会当做证。 妈妈，不用了。林月娇伊嘛是强犯，伊袂用留你遐爸。投票表决对我来讲无一定有利。既然孙艳良主动要辞职，只要伊无伫个，一个阿娇有甚物歹对付？好，我答应。 我无要追究赵燕的责任，任何你爱讲话算话哦。我绝对讲话算话。 辛苦啊！
啊，我是由小姐叫我来啦。伊讲吼，叫我出来，带一位小姐去会议室。啊，麻烦你帮我开门。好。小兰姐，我确定姐。阿娇，过来啊！阿娇，阿娇，我跟你讲，你进去会议室，你哦，今晚被老师呼一丢，他出去没影啊？再考我话的吼，你进去，你来。我不是叫你别来开会，你现在还要来？你换什么代志啊？你还别干呢，啊！你给我想想。我无代志，我无代志。当初的情况安怎？无安怎，无安怎。我看有安怎的人是你啦。虽然讲你即摆已经不是副院长夫人，啊，不过明明是查某人，我也是爱提醒你，家己的形象嘛较注意的。你安尼凶风公公才来遮。人家会抓准讲，阮家是精神病院嘞。刘佳琪，相公阿娇不是副院长夫人，你是让我白讲啥？拄才阮舅舅已经甲副院长这职务辞掉啊，而且董事会嘛拢已经通过啊。你甲副院长位辞掉，是安怎？那是因为恁家结婚啊。这个讲拄啊，孙彦良把所有的责任拢担落来，都是为着要保掉你这个公关主任的职位。哎呦，予人实在是足感动的啦。也毋过恁即嘛免搬啦，啊无人看啊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咱毋是讲好要做伙面对啊？好啦，这无重要，我先找你来讲了，好无？你是安怎要安尼？你真无敢再行到这，想到要放弃，你想到要一个人打落来，你敢有经过我的同意？你想到要安尼做？无啦，是卖讲这人哦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来，我本来想要来当司会给你提钱，都怪我想过大意，才好像奇怪的出场失明虎，是的啦，是的，对对对。公家，想请个你乖弟储藏室来面，这还你别干呢。是啊，我去救阿娇的时阵，那水壶就破了。你是家里这个啦？张姐，我起码是一只阿贵辛苦的，好吃好睡，比较辛苦你。我若是无伫的，你若是搁伤害阿娇，我才不管你是什么人的微信，如何是啥。我绝对加倍奉还，听着我。好啊啦，你不是要辞职？明仔载赶紧把手续拢办办的啦，莫踮遮找一寡有诶无诶理由拖延时间。小姐，咱来走。伊伫何里？
这婚姻契约是我提出来，要走人是我，我拜托你，让伊也留下来，好不好？你哪这么啰嗦啊？是孙艳良家己讲要辞职的，搞无什么地带啊？而且哦，董事会拢已经通过啊。飞弟，这一切本来都不是属于伊的。阿娇，这个责任本来就应该爱负的，你就莫去替讲话啊。代志若传出去，对你伤害真大。你对我的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交代一个董事会，好些娘留下来好不好？阿娇，免求伊。你听我讲，副议长，我根本就无稀罕，啊？别再讲啊！你辛苦这么久啊，真无简单，就要达成你的目标啊！我真正无达到你为我牺牲这么大啊！你即马为着我向伊弹头，这才是上大牺牲，这才是无价值。你敢知影我是啥物？会留在这？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着要保护你。只要会当保护你，才对我来讲，拢无算是牺牲，你知无？我无需要你为着我牺牲，我不爱你安尼。因为我爱你。我的心被你瞒了好久，感情就像一个沙漏。我已经爱着你了，我无想要你为着我受尽苦伤害。这个结婚是真的还是假，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重要。我敢若知影，我对你的爱是真的。看到阿娇甲孙医师总算是做伙啊，我的心情嘛足好诶。唉，以后就先放过高俊生甲黄雪琴好啊。今天李俊生那也叫你早就下班啊？高俊生叫你早下班，搁背名牌包，一定是要去按奈黄雪琴。唉，今日原本想讲哦，让恁两个休困一下，恁这么爱耍是无？好啊，我着奉陪到底。俊生，你不是要来？你若是讲唔来哦，就永远卖来啊！我要到门口啊，你用来开门啊。那是有其他主宾看到点毛啊？
我来是姐姐。 你去休困啊！哎，对，较顺利啊。你应该不爱礼拜啊？哦，我听俊生讲你感冒啊，啊，你规工哦拢伫咧厝内，厝内空气哦一定就无好诶。你爱甲门拍开，通风一下，啊，无迄病毒会足侪呢。哦，无啥啦，我只是小感冒啊。感情是咧。 啊，毋过你拄则我感觉你头壳足晕的，搁写伫迄涂骹呢。哦，安尼足严重的。啊，唔免啦，我等下困一下就好啊。你无代无志的去感冒啊？吼、哦，伊放假的时阵爬爬走去海边晒海风对无？我哪有去海边晒海风？我是咧困的时阵哦，他突然才会感冒。 这无代志啦，飞弟哦，我休困一下，安尼就好啊。哎，姐姐，我看你紧转去啦，我惊我感冒，会传染给你，安尼就无好啊。哦，那好啦，安尼好好休困哦。安尼若是有无爽快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我就马上来看你。嗯，好，多 谢, 谢。 俊生，你唔是到门口啊？那我开门是姐姐。我真正伫咧门口啦，我是看到姐姐来，我就避起来。好啊，姐姐早，你会当入来啊？好，你等我哈。你是安怎？我脚麻起。好啦，你赶紧来啦。 我伫咧厝内底等你几工，竟然人甲门口敲啊，搁互刘姐姐迫害，是有遮尔衰无？姐姐，那是你？你哪会搁走倒来啊？ 哇，你是咧创啥？真正是自讨苦吃。雪晴，啊，你哪会一直看遐后壁？我后壁有啥物？无啊。哦，我知影啦，应该是鸟鼠啦。哦，最近社区足奇怪，有足侪鸟鼠哦，安尼走来走去啦。有一只鸟鼠哦，搁走去阮家哦。哼，上好莫互我抓着，啊若无。 我就家己只爱头一个鸟鼠哦，摕去做三杯水。姐姐，我真正就听就想要困的，啊，拜托你先转去啊。啊，无啦，你看啦，我有记电哦，真正足歹的，我拄则哦是要摕物件送你，结果看你人无爽快，我都袂记你啊。姐啦，姐哦。 是昨我甲俊生去搭游艇庆生的时阵哦，专工买予你的呢。想袂到俊生哦，遮尔浪漫，啊为着要予我一个惊喜，吼去坐游艇带我出海呢。啊，我徛伫迄甲板上吹风，俊生哦为我甲我染掉的，吼，真正有够幸福的。哇，是啊，啊，搁有啦。 俊生哦，真的很幼稚哎！伊阁讲吼，要生什么铁达尼号的大船飞，伊甲我规个人哦抛起来，啊！哦，我现在感觉我家己要飞起来呢！啊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杰克，啊，真正够浪漫呢！哎、啊，小七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有钱哦，爱去坐游艇出海去耍，啊，昨我甲俊生哦嘛有开香槟，两个人哦足欢喜。 雪晴，啊，你的面色看起来哪会这么歹啊？无安尼啦，我留落来陪你啦。
啊，若无你分去，无人知影呢。诶，报纸啊，还是新闻，常常拢有咧报啊。迄独居老人哦，伫咧厝内底昏倒，足久才有人发现呢。我真正无想要哦，你变甲安尼。姐姐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啊，不过我今麦真正哦，就想要困呢，你先回去啦。哎呦，雪清，我是真正关心你，才想要甲你开讲啊。啊，你之前毋是足介意甲我开讲诶？好啦好啦，我先回去啦。啊，你好好休困。再给两片给你。你无想要滴哦？这是我专工要来要送你的呢。多谢你。你哪个等来？我是要提醒你，你要投资阿娇伊娘内线商品，明仔载就要汇款了哦，卖袂记哦。我知影，我会跟你约时间。再见，再见。俊生，佳佳已经走啊，你等礼拜啊。我听嘛，我跟佳佳等你一个过来。等你见面，一辈子我无法度啊。我今日是就无去去啊。哎，张俊生，你竟然挂我电话，你真正是……宇轩好棒棒，好棒棒。宇轩在哪哦？要恁正餐吃完了，会当吃一个优格，安尼会当帮助消化。呵呵呵，我早顿吃完啦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哎，我。哎，晴雯，你这吃起来哪会这么像冰淇淋啦、啊？又浓又香，就好吃的，就好吃的。吃优格就要选特浓的，而且里面无添加香料、色素、果胶、奶油，吃的身体无负担，可以营养美味，一次满足。嗯嗯嗯，嘿嘿嘿嘿宇轩，你挂啦！你过岁哦，拢食到白白的，好好笑哦！你还不是一样说我？嗯，我有吗？嗯，快点讲个样，你要黄玉，吃完还有草莓口味的、哦。嗯嗯，就好吃，就好吃，就好吃。嗯嗯。来来来，来，我小姐。好，我来。董事长，咱目前的物件赔偿金已经重新谈过啊。原本两个案件加起来赔偿500万，经过协商之后，即卖已经降为300万啊。哎，麦胜啊，有听到无？啊？那不是昨日咧乌白乱舞啊？我敢需要加开这钱？啊？你整天在阴神神，不是在吃饭在吃土，我已经喝奶你很久了，你敢不敢较乖啊？爸，那两个人需要离婚的案子我看过了，300万的赔偿金算是在合理范围内，
所以阿姐无造成空气损失。请问啊，啊若是开公司拢用这款的观念，遐了一寡环境，遐家户淡薄嘛 OK。啊！公司无利润，头家甲员工拢无薪水头领，啊！你开个公司就乖乖徛，大家包好啊款款，就等伊就好啊。我甲你讲啊，做头家哦，上重要的就是，不管做什么款的决定，拢啊考虑着公司上大利益，知影无？我听你讲遐个妄噶，你这个良心去予搞暴气的大歹人啦！我较硬吹硬气你。黄老板。时间差不多，我爱带宇轩去上课。好啦，你先穿一件外衫啦，等下就会出门。阿姐，宇轩，呀，听我说，快点去上课。宇轩，来，来，来，你来。阿姐虽然真疼着宇轩。阿唔过个头壳，像咧伤过严重啊，恐惊一世人拢袂好啊。伊即个母子条遮尔大条，恐惊以后佫会有第二届，还是第三届。阿唔过就算伊佫做唔着代志，请问一定会阻挡我佫处罚伊。只要伊继续踮咧遮，唔然拖累着我佮晴雯，以后冇可能会拖累雨轩。明个。我袂当阁予伊安尼乌白来，一定要想一个做一解解决的办法。姐姐，我听讲阿娇甲孙副院长去予尤秀英挂出病医，然后阿娇见内线伤停刚好稳啊，这钱是我欠过来面的，这是袂当害我的。雪晴，你放心啦，你是我上好的姊妹仔伴，我哪有可能会害你啦？啊，卡叔讲投资了钱，啊，我就转去我后头厝，等钱再赔你啊，你免烦恼啦。我无这个意思啦，是这个钱拢是我的老本，我看你讲啊这么有把握，我无饲过一世人替人赚钱，我唔只会把我的钱拢摕出来。你放心啦。阿娇早就无甲尤秀英定人啊，哼，伊真正足戆诶。孙副院长伫咧伊个病院是招牌呢，毋过行较多，大家拢手尾滴。啊，伊两个人阿无遮尔有本事，真正毋免委屈家己看伊个面色。是啊，你讲个有道理。天宝甲湘琪哪有才调换一间病院？伊家己挂出去哦，真正袂晓想诶。就是讲啊，阿娇一条内线消息吼，绝对可靠。你安尼讲哦。我就放心嘛。啊对啊，啊我昨哦因为破病无去公司，就无参加迄个客户的会议。俊生跟我讲啥？俊生哦，早上就早有回来啊。啊，阮大家无伫咧厝内，我平单哦传暗顿，我甲俊生哦就去食和牛料理。和牛料理，食遮尔高级咯？可能是俊生妹咪帮我进行子宫出血，我抱入去刷卡，阿姨回来以后对我特别体贴，我看这就是因祸得福。我破病伫厝内底无人关心，结果俊生竟然跟白木家去吃大餐。雪晴，你有无看这位太太有心呢？头拄啊卡搭车哦，差一点就给伊弄掉啊！那是出代志是要安怎？你有安怎无？我出代志，多谢多谢。来啊！哦，太孕妇啊，大心大命，行路无看路，人家老天是不是爱怪别人啊？这紧哦！阿伯啦，我是给你消毒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
我是消毒。我只是把你的皮先粘起来。阿伯开始。好，我先深呼吸一下。我数三哦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我的老公啊，好恐怖。学姐，多谢你。姐姐，你哪会在看我？你敢一直拢是这么浓毒的啦？不是啦，你哪会在讲我啦？你自己无法度生，贩毒别人，甚至搁纠缠别人无瘾啊！姐姐，不是啊，我拄只讲话讲伤紧啦，我无迄个意思。而且伊拄只有着要救别人，就甲我杀刀，我想来讲就袂爽快。你这个表情真恐怖的呢！有甚讲你无爽快？敢袂再讲出这款话？佳佳，你变个安尼？敢讲伊知影？这方法是我藏的，是我害伊子宫出血。哇！佳佳，你卖呢啦？你安尼我就惊，你安尼讲我，我感觉就受伤的咧。雪晴，是的啦。我一时的情绪，因为我拄只受着我进前有着想要有囡仔，就做侪排卵针呢，啊，啉足侪中药，受遮尼侪苦，拢无法度做妈妈，甚至乎我上好的姊妹啊半含胎，我受着真正足受气的。是啊，这阿芳真正有够超过，竟然在害你，你今晚应该无跟阿芳联络啊吼。当然无啊！我即马已经知影，啥物人是关心我，对我上好的姊妹阿潘。哎呀，想尽办法，唔要害我的人，我干来当拜托天公伯阿修伊啊！姐姐，你若是吼要对付阿芳，甲我讲，我另外一道啥个？多谢你，免客气，咱是好姐妹。啊！啊！刚刚有一张睡单呢，我准备去买饮料。嗯，行行行。包包足贵的呢，这一定是俊生送我，要给我回去的。你来，你给我好看。哇，足好看呢！老实讲，是啥物人送的？应该是要另外迄个人。真正足欣赏你的啦，雪晴。伊直接送来办公室，这等于哦，就是咧甲你告白呢。迄个人叫啥物名？几岁？住伫倒位？我敢识识啊？小姐，敢咪是顶边阮妈介绍予你迄个档的啊？你还想好清楚哦，伊的年岁足大哦。那有可能？迄个人哪做我爸爸呢？我敢知不是。哈，是戴玉哦。不是啦，我的行情够这么差？啊，无结婚的、离过婚的查甫人，我干那实在这几个啊，啊是啥啊？啊，我今麦就还袂确定要甲对方做伙，你莫问遐尼济啦。雪清，我爱先甲你鉴定一下啊，
我是你上好的姊妹阿婆呢。你有对象，我就是要严格把关。哎，卡叔公，你搁拄着渣男，啊有某有家庭，搁温婉哩，害你变成小三，安尼是安怎？无可能啊！你对方袂骗我。这真歹讲哦，你无听人讲哦，甘愿相信这世间有鬼，嘛莫相信查甫人迄个嘴啦。雪清，你已经有一段失败婚姻吗？假使讲你若是搁拄到第二个渣男，你人生哦都乌有去啊。袂啦，你看，对方啊知影我生气，伊就买包包来安慰我。表示已经着手啊！哦，伊会安达你，嘛会安达别查某人啊！雪清，到时阵哦，你人在两世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佳佳，你是安怎袂当好好祝福我？若是进前哦，我一定好好祝福你，而且会鼓励你勇敢去爱。啊，不过，迄个时阵我跌落去山脚。捡回来一条命以后，我就感觉讲吼，咱查某人爱对家己较好诶，爱好好爱家己较重要。雪清，你这个包包哦，真正愈看愈水呢。哎，来啦，最好拍一个啦。嗯，我嘛就想要叫俊生哦，买一个同款的给我。哎，安尼唔着撞包啊！你手提迄奶茶较细腻个，我这是真皮的包包。拍我刚送的包包，拍甲真欢喜哦。哼，看我安怎创的。哦，这包包敢是真皮的呢，皮有够香的呢。你想怎？你想要偷钱？哎，等等等，我提了这个。哎，来来来，放下偷钱，来。雪清，失恋啦，失恋啦，我买一个新的行李啦，失恋啦。佳佳，这我包包，你在偷钱来的啊？哦，这买一个新的意义也无同啊。歹势啦，我真正不是挑工的啊！我唔知影为虾米，我一时哦就想要吐的。奇怪呢，啊最近哦，奈得闻到一挂怪怪的味，我都想要吐啊！原来我妈之前讲的拢是真实的。佳佳，你是不是有心啊？啊，这是要安怎讲啦？你先卖问啦，到时阵哦，我再跟你讲啦。好，佳佳，咱不是好姐妹，你哪会当有代志问我？我无问我你啦，只是扫扫去啊。讲什么好姐妹？我看就是安尼尔。雪清，你莫生气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啦。啊，不过你要帮我保守秘密哦，因为阮妈甲阮大家我拢无讲。我敢若真正有心啊！你讲你有心啊？嘘，较细声啦，莫叫遮大声啦。这代志，俊生刚怎样？伊唔知影啊，啊人讲哦，阿未三个月未当讲啦，因为即阵的胎相无稳定，啊若是讲哦，会影响到宝宝，会真有可能会漏胎呢。雪清，拜托你，你千万未当讲出去哦。啊，不过你之前毋是子宫出血，哪有可能这么紧就有心啊？就可能哦，这个囡仔甲我的缘分足深的，所以哦，伊拢甲我对调调的。
我即马也无做妈妈的感觉。雪清，我是相信你，我才会甲你讲哦。所以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，袂当讲出去哦。雪清，你讲。佳佳。先生。啊，恁来伫遮。啊，恁两个是安怎？啊，面上那怪怪，是有啥物代志是无？就是啊，雪清的男朋友哦，送伊一个包包，我拄则无说哩，偷伫内底。啊？偷伫内底？对啊，你看。啊。君生，你帮我甲雪清回信嘞好无？啊，我真正唔是挑工的啊，啊，不过雪清看起来足生气的。我无生气啊，只不过是一个包包，到时阵哦，我叫对方再重新送我一个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你唔是讲这包包意义无同款？无安尼啦，我摕去洗洗，啊喷一挂香水，都袂有迄歹片的味啊。佳佳，就算讲洗洗咧，迄拍起来咪感觉怪怪啦。雪清，是咧啦，啊无我替佳佳买一个新的行李。不要紧啊，老公，有你真好。你竟然有心啊！我爱趁阿伯三个月，把这个代志拢讲出去，让佳佳疑神疑鬼。莫得卡，俊生，我知影佳佳不是挑工的，因为伊有心啊，所以闻到迄真皮的味哦，就是要偷。雪清，我拄则不是跟你讲，无三个月袂当讲，你哪会讲出来啊？因为我是你的好姐妹，我替你欢喜啊。人咧讲哦，阿未三个月之前袂当讲出来，迄拢是迷信。阿俊想要做爸爸，这好消息一定要让伊知影。你真是有心哦。即下拄仔讲的时阵哦，我也唔相信。啊，不过我看伊偷看呢，应该是真的。啊，你哪会拢无甲我讲啦？啊，是讲之前你跑落去山脚。啊，你敢会对宝宝有啥物影响啊？应该是无影响啦。啊，若无，我嘛袂偷干呢。俊生，啊，因为吼，人拢讲吼，无三个月袂当讲啊。我是惊吼，安尼会影响到宝宝，所以我唔才会。先坐。俊生。啊。我感觉阿爸都就疼的，哪会安尼啊？这敢是才袂当讲的？想袂到这么紧就应验啊！俊生，我感觉我就无爽快。我看我带你去病院给医生看啦，你不定就唔知影是毋是，你宝宝有啥物状况啊？唔免啦，我想要等你出来底吼，倒会休困就好啊。好啦，阿伯，我带你等休困。董事长，你等下有主管会议要开，阿哥有真重要合约要跟我讲。这，今麦宝宝开好紧啦，阿伯，你替我把所有会议啊拢取消，就讲我等下出来陪佳佳。俊生，多谢你啊，害你耽误着工课。什么多谢？你是真无简单，真有心的呢。你一定要注意，别耽误宝宝有代志啊！宝宝，爸爸带你回去休困哈。你别吐，来来来。妹啊，好真济啊！阿伯，你睇，等你等。好。来。雪清。啊，工作的代志就麻烦你啊。来，开始起来。
到了。啊，到学校啦。哎。我先朝这来啊。你们今晚，我想要跟恁做伙去。人宇轩是去上课，你对去是要创啊？宇轩在倒，我都爱在倒啊。宇轩，你想要爸比陪你去上学吗？好。你来看，宇轩自己讲的哦，以后我陪伊哦。我警告你，别再乱哦。你怎搞不一条啊？怎么规公司人拢在替你收尾呢？我嘛从来唔爱这样见笑，爱一个一人搞拜托，拜托咱重新签约。你今仔倒位拢唔准去，等于公司好好反省一下。我不爱啦，我陪宇轩去上课，不准去。好啦，阿姐，你乖乖听话啊，你先跟阮爸去公司。我不爱啦，大派人对我这么派，我无介意，我无爱跟大派人做伙转去公司。你昨跟阮爸惹遐尼多麻烦，你要好好踮伫公司，卖有白走。我处理好宇轩上课的代志了，我就随转去公司陪你，安尼好不好？好啦，宇轩，爸比不能陪你去上学哦，那你要乖乖听妈咪的话啊。啊，如果你有乖乖听话，当一个乖学生，等你下课之后，爸比送你一个奖励，好不好？好，爸比，我在学校会做一个好学生，我会很乖。宇轩好棒棒，好棒棒。那等你放学见喽，拜拜。爸比拜拜，阿公拜拜。拜拜。走。宇轩拜拜，放学见喽。行啦。这是不是我头一次跟你坐火坐车？你叫是我最爱跟你坐哦，你家己去。喂，小张啊，怎个无看啊？啊？啊？你讲文兴的唱功要找我算账啊？你是甲天照大，竟然敢来抢啊？啊？不要紧啦，好大这一来啦，啊，我吃青饭等伊。啊对啦，小邓啊，我暗时啊，会去成功路迄间帝王酒店饮酒，恁有闲做伙来啊，到时阵啊，咱就甲饮两杯啊，啊，好，等你。无依无束，家己走去吃好料，拢无要找我做伙去。大派人就是大派人。杰哥，哎，是。等下我去文兰办代志，先落车，你先载伊去公司。是。大派人，你要我一个人先回去公司哦。哟，我去办代志，你乖乖先回去公司，千万不用耍，就去找你啊。好啦。我会乖乖伫个公司等，等晴雯来找我。头前遐停者。好。再过，
乖乖哦，爱乖乖哦。有什么问题就跟老师说，知道吗？不用，我不要去，我要跟妈咪回家。可是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可以陪你玩呢。不要，我不认识他们。去就认识啦，好不好？乖啦，乖啦，嗯。哎，雨轩。快上来！哦呦！阿邦，你哪在家啊？哦，无啦，阿多一间幼儿园有电话的蔬果啦。哦。快叔叔，我要跟你去上课，我不要待在这里。啊，雨轩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这会吵到叔叔做工作啊！哎呀，宇轩，今天你头先刚来上课，太辛苦，我准备离开教室。啊，宇轩，派叔叔跟你说哈，那你今天哈要乖乖的，好不好？要听。请问是宇轩妈妈吗？哦，我是园长啦。哦，园长你好，你好。宇轩爸爸你好。这就是宇轩哦，跟爸爸生做就行的呢。园长拍谁了？宇轩有一点在闹脾气。不要紧啦，这真正常。宇轩，你那个班的小朋友啊，准备了好多玩具跟故事书，要跟你一起分享哦。想不想过去看看？不要，我不要去。不要紧，我来的。宇轩，来来。坏叔叔跟你说哈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那等一下坏叔叔会去送货，送给我五个好朋友。那你今天的任务就是在学校认识五个新同学，然后下课回来跟坏叔叔一起分享，互相交换名单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认识五个新朋友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就要听园长的话哈，跟他一起去教室啊。等到妈咪来接你下课的时候，我再来问你，看你有没有完成任务。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。哇，宇轩最棒！来，四姐联盟一下。四姐联盟耶！来，宝贝。哎呦，很棒！哎，园长，应该是没问题啊，也当带宇轩去教室啊。果然是爸爸有办法。宇轩爸爸妈妈，宇轩都到一个身份所在，你也当留下来看一下才离开。宇轩来，我带你去教室。好多同学要跟你玩哦，好不好？宇轩，你今仔日头一天来上课，是爸爸妈妈做伙送你来的呢。阿秋啊，你在想啥？无啦。你真正足厉害呢，两三句话就予宇轩听话。你佮意是讲啥？无啦，这是我佮意之间的秘密。哦，歹势呢，今仔日佫予你提提阿杰佮是。袂要紧，袂要紧啦，莫来讲。敢若讲阿杰是我上爱兄弟，而且我嘛是佮宇轩当作亲像家己囡仔看待共款。其实我若写电话，你想讲我确实我会当有一个。参照宇轩，这样乖，这样高举，这样体贴的囡仔，差外好。安尼我就当甲伊拍球，啊，带伊去佚佗，啊，甲伊读册，来当叔叔，甲伊来拍球。你去穿着我的保守，真正暖。哈，是是。佮上个电话，我一定甲讲吼，以后若是若对到一个互相意爱。来当互相扶持的好的查某囡仔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歹势啊，好不容易在伫这面头前讲一款话，以后我嘛会尽量避免拄起一种尴尬的代志发生，啊，卖造成你麻烦。啊，我拄只讲遐话，你当作啥物拢无听到。我先来去上班。是我听说阿邦也跟宇轩是对表囝，我讲利用阿姐，我到底是会创啥？我那时候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
孙医师哦，已经辞职啊，咱来阁选一个副院长。这副院长哦，对咱病院来讲哦，是足重要的。啊，我是认为讲哦，咱应该赶紧阁召开一个董事会，来决定这件代志啦。尤董事啊，李天宝虽然讲即马哦经历阁较浅啦，也毋过足有热情的。副院长爱做真侪行政顶头的工课。我认为伊是个袂歹的人选，会当参考一下哦。老师你好，院长夫人，我再三考虑哦，我感觉应该嘛是要将孙副院长留落来较妥当。孙副院长伊医术高明，佮受到病人的欢迎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嘛失去伊吼，我感觉对咱病院吼是损失足大的。尤董事，啊，咱伫个董事会顶头，即笔因结婚契约的代志，啊，伊家己嘛知影讲失德，正见小辈来辞职，啊，你即马讲要家己留落来，我认为无这个必要啦。虽然讲伊有做一挂失德的代志，但是迄是属于私德的方面，对病人甲病院来讲，并无任何影响啊。都安尼，让伊离开病院，我是感觉太可惜了。杨哥，朝令夕改，对咱病院的行政来讲哦，是唔好的呢。而且哦，果是伊家己想要辞职，我认为这个决定哦，都莫改变啦。杨哥，杨董事，你真正就推崇孙医师的吼，是不是对阮爸爸不够信任？啊，不过我相信，这间病院只有阮爸爸在的。孙医师的存在应该是无遐尼必要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。好、哦。是。啊，今麦哦，总算有时间会当去看紫檀花，一想到心情就足好诶。啊，而且过几工哦，就是三月安尼，是上好的赏花时间。其实我早就想要找你去啦。我听讲嘉义瑞丽的紫檀花季哦，足水的，沿路的山路两边拢是满满的紫檀花。我看你啦，明仔载是透早，咱就先去看紫檀花，啊，然后来去瑞丽欣赏紫色山城的浪漫，啊，暗时再来看萤火虫，漫步在星光下，你讲好无？嗯，哦，我已经等袂好，想要去佚佗啊。其实我是想讲，以后咱两个人若是有时间哦，应该加安排一挂轻旅行。你想要去倒，我陪你去。嗯。孙副院长，哎，刘长寿，你要离职？哇，我实在足唔甘的咧。当时董事会吼嘛举行投票，我一定支持你继续留落来。刘董事，多谢你的支持。哎呦，实在是好的外科医生哦，难得啦。病人失去你吼，实在损失足大的。哎呀，啊，你唔赶紧去办辞职的手续，卖阁耽误杨董事的时间啊啦。院长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计划好要去度假，而且连饭店哦，嘛拢订好啊。我比你较着急哦，想要去实践。今仔就是有人哦，口是心非，死皮赖脸，想要留落来。孙医师，我一位外交官员，因为车祸脏器破裂，需要马上去开刀。啊？孙医师哦，已经实践啊，伊等要去办手续啊。啊，已经不是咱病院的医生啊！你赶紧去找另外一个医生来做处理，哈！我已经找过啊，啊，不过这个手术伤过危险啊，其他医生都唔敢接，所以我才来请孙医师斗相共。徐曼婷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刚讲病院遐尼啊大间，就干那孙医师通去动这个手术？你赶紧去找别人啦！这个手术伤过难啊，若是孙医师无愿意接手，病人可能都会补救啊！
天宝啊，你赶紧哦去开刀。妈，不用急啦，这手术这么困难，哪会当安尼凊彩接手啦？对啊，妈妈，天宝伊个资历够足浅的，而且还够需要加拨嘞。这手术啊，伤过重要啊，不用叫伊去啊。我就唔相信讲哦，我找无人啦。林主任哦，啊是安尼啦，咱病院即马有一个车祸的重症哦，会当麻烦你来处理一下无？啊，你家己嘛有手术咯？哦，无紧无紧，啊，我来去找别人哈。多谢多谢。余主任，拍摄哦，我知影你今仔日休困啦，啊，不过哦，因为咱病院有一个车祸的重症，敢会当麻烦你回来处理一下？你伫高雄赶袂转来哦？无紧无紧，我再去找别人哈。好啦，妈妈，那个卡，咱伫家叫病人转移，转移就好啊。啊，是啦，只要转移哦，就不是咱病的责任啊。袂使啦，病人的状况已经做歹个，已经大出血啊。若是阁唔动手术，恐怕就无命。这病人我来接，去准备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叫病人哦转移啦。讲哦，咱病院无医生会当处理哈。不过病人的状况已经足危险的啊，若是讲唔动手术，恐惊就有性命危险。而且对方是有头有面的外交官员，若是因为转移发生什么问题，安尼嘛会影响到咱病院的名声。哎呀，飞弟哦！你就是不应该开刀啦！啥状况不应该开刀？医疗护理真歹势，我的离职手续还未办好势，所以照你来讲，我是优庄阿病院的副院长，嘛是一个医生，所以我当然有这个权利，接这个病人替伊动手术。转移！不准转！赶紧去！敢这样动的？做一个医生，未当选择病人。尤其是有我孙燕良在的所在，我是绝对无允准这病人入来，无经过治疗就安尼出去。慢点，同你手术房要给我麻醉科准备动手术。好。让我传你来电话，只等我。我都讲咱病院袂使失去。孙副院长这么好的医生，院长夫人啊，绝对袂使让孙副院长失职啊！来，我给汤你啊！对对，不多。有看好不？你哦，啊，有心这大个代志，你哪会当温暖我啦？哎，是嘞啦，你莫对我这么大声啦。啊，是，是嘞啦，会惊到伊呐哦。我是惊你哦，平常时心情遐尼大条，啊！你既然有心啊，你搁一天敢唔伫咧外面拍拍走？你敢唔惊爸爸若有啥物事，搁差袂安怎？我无代志啦。叶雪晴哦，真正足无够意思诶！我甲伊提醒，讲哦，无三个话袂当讲。那是害着爸爸是安怎？雪晴应该是超工讲诶。我想要让佳佳保掉这个囡仔，啊，你嘛真实嘞！我是你的翁婿呢，你有心应该头一个跟我讲，你哪去跟雪晴讲啦？啊，我就惊讲哦，我最近的运气不好，若是讲出来，
啊了着什么人对我有怨毒，想要害宝宝，安尼是安怎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，不让恁母仔惊，我绝对袂让宝宝有任何死角在。啊，对啦，俊生，啊，这件代志吼是莫甲妈讲啦，因为伊就希望会当抱孙。我惊讲有啥物万一，阿姨期望遮尔大，诶失望哦，咪愈大。啊，我真正无想到，我特别做爸爸，这种感觉真正足奇妙诶。姐姐，以后。你得尽量啊，老汤出来得休困，莫出门。我咪早早回来照顾你母仔。你等，我得搬车走。知影我有囡仔，都甲黄雪琴放咧门馆，态度差这么济哦。假使讲你知影我有心是假，敢阁会安尼对待我？头家，我忽然间感觉无想要吐，心肝个家伙，我肯定啊。俊生，我就想要食阮后头厝对面的卤味，你去帮我买回来好不好？哎，遐做够太车呢，啊，无叫我来送啊。哎呀！我今麦要吃的，不是我家己要吃的啦，是爸爸要吃的。啊，那是爸爸亲身去帮伊买，安尼才有诚意啊，对不？啊，好啦，阿伯你点出来的蛋黄卖我别走，我先等来。好。佳佳，卤味我买着啊，我买到厝啊。哈？你动作这么紧哦？俊生啊，我今嘛无想要吃卤味啦，我想要吃顶边咱去淡水买迄鱼丸汤。啊，淡水遐尼远的路，你拄只那么较早讲的啦，卤味我拢买回来呢。哎哟。我看书顶面有讲啊，有新的人哦，荷尔蒙会改变，啊，因为胎儿的关系，嘛会改变饮食啊。俊生，那真正不是我要吃的，是宝宝要吃的啦。啊，好啦，无安尼啦，我吃泡面好啊。哎，要哪样的啦？这吃泡面的无营养啦。好啦，好，安尼我买回去啦，吼，你等我、哦。老公，啊，你等下要回来的时阵吼，顺路去家人帮我买营养三明治。唔知是安怎啊，我忽然间感觉巴肚就枵的，你帮我买三份啊。家人，我才为淡水回来呢。啊，好啦，不要紧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无，你要吃啥，你做伙讲讲咧，啊我拢总做伙买回来，好不？谢谢老公。哦。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你别爱家，你一家来，我拢陪同来。佳佳，你起来吃物件。
要吃啦。怎麼會越來越細條啊？啊，我這樣一直洗來洗去，洗到我頭暈了呢。呵呵，咱現在是要去哪裡啊？好啊，到位啊。咱落车。嗯，我唔知影遮是倒，我无爱落车，我爱落车。我爱落车。来，你先落来，落来甲讲。我无爱落车。落来，落来，落来甲讲。你哪会带我来这种深山哪来的所在啊？大派人不是讲要回公司，你走唔着路啊？哦，还是你想要对我安怎？你莫胡白想啦！之前你不是讲小少爷乖乖上课，你要给伊奖励吗？我知影头前树篮啊内底有伊上喜欢的超形虫，所以我专工带你来抓超形虫，等于送伊的啊！头前有超形虫哦，有影哦，你无甲我骗哦？对啦，当然没有骗你，你对我来看，你就知影啦。你人哪会这么好啊？啊，搁专工带我来抓迄超形虫哦。你讲你头前哦？对对对。啊，紧紧紧，带我来，带我来。女生上喜欢的超形虫。女生上喜欢超形虫。睡你睡你啊！超形虫我来啊！超形虫，俩超形虫我的神哦，宇轩，超形虫你好听。超形虫，咱拢行遐久啊，拢无看到超形虫啊，到底是咧倒啊？应该就是头前尔啊，无我搁查看卖。但是我手机啊无电啊，你手机啊敢袂使照下者？哦，来，好啊！我即马先敲一个电话，你即马搁位头前行五十步，伫第三丛树啊的第六支树枝顶端，超形虫伫遐。位头前行五十步，三丛树啊，第六支的树枝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知。丢丢丢！你进去，你进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四、五、四、六、四、七、四、八、四、九、五、十，到位啊，到位啊！第三丛树啊，啊，这么多树啊，多一丛是第三丛啊，要哪算？太祖，太祖，人嘞？
我知啊，你要耍躲猫猫吼，大人大正啊，搁耍这种游戏，你莫走哦。我来找你啊，就好耍的，你莫走哦。你听听啊，无，我知啊，你伫遐，你个味啊。嗯，特助，啊，特助，你莫搞遐惊，无好耍，无好耍，特助，啊，特助，啊，哦，啊，你啥物事啊？我就恐怖啊！哦，晴雯，晴雯，啊，我的电话是要哪找晴雯啊？我知啊，我回去停车的所在找特助。嗯，50步，15、16、17、18，嗯。两条路，我是要选倒一条啊？落雨啊，那会愈来愈寒。晴雯，我跟你等去。晴雯，你紧救我！晴雯，啊，我足惊的，我唔敢。晴雯，我唔敢，无好耍。代志办了安怎？江处长，代志拢办了啊，伊绝对找袂到转去的路。真好。我等下要去酒店，你先回来一下。这两天寒流来，这山顶啊是愈暗愈寒。歹势啊，娇妮，你家己要好好保重啊。有啊，雨萱应该有放巧克力伫我诶那袋啊。这条路会头前剩50步，就会当找特助啊。大一声是啥一声？一、二、三，你好。我是何胜杰，阿杰，您刚有看到温特助，您敢不知影伊人伫倒啊？温特助，特助就是特助啊，伊是大派人的特助啊。大派人？啊，大派人就是，哦，你来什么拢唔知影啦？你先莫紧张，你是唔行唔着路啊？那无，你敢知影你住伫倒？你甲阮讲住址，阮会当送你回去啊。住址。我唔知影住址。无要紧啦，好大做伊来啦，啊！我食清饭等伊。啊对啦，小邓啊，我暗时啊，会去成功路迄间帝王酒店饮酒，你若有闲做伙来啊，到时阵啊，咱就来饮两杯啊，啊！我想到啊，伫咧成功路的帝王酒店。啊，酒店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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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啊，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！
请问哦，这位外交人员即马状况安怎？听讲这车祸哦真严重，唔知系性命危险哦。啊，有人讲恁病院医生当下无愿意替伊开刀，啊，要将这个外交人员当作人质安尼来转移，啊，有影？大家好，我是由综合病院创办人的查某囝姚秀英，也是这间病院的院长夫人。我来向大家解释你拄仔的提问啦，吼。阮病院是绝对无可能哦，让病人无受到医治就离开。所以你拄仔讲的人潮，迄是无可能发生的，迄拢是其他的病院对阮病院的重伤。无唔对，我是创办人的查某孙，也是间病院。医管部的主任尤湘琪，而且我甲大家讲一遍，阮病院一直以来拢是秉持阮阿公创立的理念，人心人数为宗旨。医生袂去选择家己病人，就亲像病人无法度去选择家己病情同款。不管手术有偌尼啊困难，我一定会尽力抢救。所以无恁讲的啥物转院啊、人求这种代志，拜托各位记者朋友卖互白写，多谢。是啦。我是阮病院的医生，我叫李天宝，我要替阮病友讲一句公道话。可是，阮若是会当替外交人员尽一份心力，马上是做好国民外交啊！所以，阮病友绝对无可能凊彩甲病人转移啦。头一届看到江北财集团，李天宝，你阁真适合做右脚的人。啊，苏秘书，啊，今嘛手术状况安怎啊？手术真顺利，患者今嘛平安无代志啊。啊！唔过听讲，恁当下病院的医生未晓处理，要甲病患哦转移到门啊。这，阮病院的副院长孙彦良孙医师，伊拄仔好伫现场，孙医师马上就接手处理，并无转移的问题。啊，孙副院长哦，医术高明啦，像这种哦，这严重的车祸，阁有法度将人医活过来，啊。实在吼，输人真紧赔啦。对啦对啦。啊，我走医药线吼，遮侪年啊，孙医师吼，一向吼拢替病人是优先的啦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一定要好好甲写一篇报道，让这个人心人数的医生，会使让大家知影啦吼。好。来，先翕相吼。多谢你。真无简单，我才设计要甲孙彦良赶走，竟然阁予伊有机会当转来，真正要甲我气死！有当事啊？拄则我已经甲在座的当事讨论过啊，阮大家意见拢同款，就是希望孙副院长爱继续留落来。千万唔通失职！啊，刘董事啊，这孙彦良伊是家己失职的，伊的辞呈已经伫个人事室啊，伊敢那剩一挂手续还袂办好势。严格来讲，伊的失职已经是有效的，伊唔是咱姚综合病院的副院长啊呢。是啊，刘董事，这你这个人，哪有可能阁留落来？这边。各位董事，要让您无采看啊！我不是在问您母仔的意见，我是在问孙副院长。如果孙副院长也坚持要离职，我们这的董事也决定啊，要甲吴院长辞啊，要让伊付出相当的代价。毕竟当初是吴院长推荐彦良给大家，现在出代志啊，吴院长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刘董事啊！无喏，这件代志哪会当安尼牵拖啊？迄当阵阮清源是看中伊的医术，哪会知伊的人品是安尼啊？是啊，杨董事，林月娇跟阮舅舅该结婚这件代志，阮爸爸根本都唔知影。你若是把这个责任算伫伊头壳顶，对伊来讲太过无公平啊！你有家的人为着院长的大位，逐天安尼搭来搭去，阮这董事。拢看伫个眼内，讲实在啦，恁家族的恩恩怨怨，参阮有啥物关系？阮关心的是，这间病院有吴院长、佮孙副院长，这款好的医师带，让
让病人越来越好，安尼才是上重要的。医疗夫人，你莫将阮这个同事当作家里人啊在杀人哦，阮同款会使甲恁制衡哦。两位当主，真正多谢你很好意啊！啊，不过我是烦恼，我甲赵爱娜真正留落来，有可能有一挂人，伊心情无欢喜，惹一挂风波伫个，啊，到时阵去影响着病院其他的同事的心情，对大家拢无好啊！哎，院长，其实我感觉两位当主讲了有道理。就说你不是为着管理长这个职位，你嘛要为着病人宽裕留落来。阿娇，这你放心啦。就算我离开，我相信遐病人自然有医生来接。我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也毋过有真侪病人是因为你才来这间病院的。假使讲伊若知影你拢离开啊，伊会晓想，凡事对你做为专业离开啊，安尼唔来造成病人困扰。买海里的房价都在受控。这，我一向哦上尊重当时的决定啦。啊，既然所有的当时拢希望讲孙彦良医生会当留落来，咱的伊的辞呈，咱由综合病医。会退回。妈妈，那安尼其他的人，你搁听无当时的意思啊？既然孙医师伊都无失职啊，林月娇当然嘛无可能失职啦，哈！你唔赶紧去求你的舅妈，请伊来劝恁阿姑留落来。舅妈，哎，湘琪啊，啊，你唔是讲我是假的？你今麦叫我这声舅妈哦，啊，唔是咧扇你家己的面，我受冻袂起啊。舅妈，你甲阮舅舅假假婚这件代志是私人的行为，啊，不过你嘛是真正有去登记。身份证配偶栏顶挂嘛是写你的名，你当然嘛阁是我的舅妈。舅妈，你莫生气啊，拜托你靠近舅舅留落来好不？是哪个？啊？你今日是吃唔着药是无？这敢若是我头一届，请你叫我阿姑呢？哪有啦，我之前拢有叫，是你袂记得啦。阿姑以后我一定来叫。阿姑，啊？阿姑，哇，刚刚这尼好听，是甚物代志啊？希望你继续留伫咱病院，甲阮大家带。我有机会哦，对着你的身躯去学习，这是你的感觉。孙副院长，既然大家拢这有精心甲你挽留，你就顺大家意留落来吧。是啊，留落来，留落来。对啊，你敢要跟我继续留落来？我相信有你伫哩。咱有综合病医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我期待你将来表现。无问题，多谢各位当初的挽留。各位尊者。真正是气死！
白了工，搁去用洗面，拢是恁两个啦！踮咧病院遮尔久，无一件代志办的好势，逐遍拢无够，连我拢去用踢笑。孙月娘，恁人阿母唔免伤过嚣摆啦，我甲恁定调调的，莫让我聊到什么脏头，我一定甲你扭落来，赶离开这。是，一定会。刘湘琪，啊，我的婚姻契约嘞，你敢不是想要逃出来？你阿母嘛签结婚啊？是要跟你同款？安怎？起码咱两个人拢会当留落来啊？伊就无需要出去啊？那是当然啊，我甚至感觉足欢喜的，毕竟有良心的人哦，也是占大部分。你的付出甲辛劳，大家拢看在眼内，所以真正出代志的时阵哦，无论是当事是患者，拢会徛你这边。是啊，啊，干哪呢？有其他话要讲？有什么话？安尼阁唔知影？唔知影，肯定是小狗。我就是调工当营造，剩咱两个人，你安尼阁唔知影？哎，是安怎啦？这是危险的，卖啦。为什么啊？伤过无浪漫，我感觉。咱是等下去看紫藤花的时阵哦，甲迄上好的画面留伫遐。卖来一套哦！我是你的老师，我阁唔知影你心肝内底想啥。你是想讲哦，我若是继续留落来，会无闲工课，所以袂带你去看紫藤花。你就挑故意用你的话来甲我吓着。哼！你愈要安尼吼，我就愈要甲你联络拜。你若无要甲我亲热吼。我还带你去看紫藤花。吼，孙艳娘，你这无赖！我跟他们拿。别叫，慢走。李拜，方司令。哦，你回来多好。来，他出海，你久点吧。哎呦，雨萱啊，你下课啦！哎呀，学校好不好玩？好玩，阿公，那你现在也在上课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了啊。请问啦，我今晚要去应酬的，看我回来。啊，你若是忝嘛，恁就辛苦，免等我。阿姐嘞？伊先回去啊。那也先回去。啊，煞唔知杰克送我回来公司的路哦，我先去银行办代志啦。阿姐就讲伊无啥物等啊，伊伫差工要先回去，所以杰克无法度，就先送伊回去厝诶。是啊，大小姐，这是伊落伫我车顶的手机啊。你哪会放伊一个人回去啦？你若是无人陪，伊会惊呢。拢见大人大正，有啥物好惊的啊？啊，而且伊是回去厝的，唔是伫外口乱拉扫，袂有代志啦，啊。放心嘛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来啊。雨萱，阿公去忙喽，啊，你要乖乖听妈妈话，知不知道？嗯。啊，好，来。哎呀，阿公再见。再见了哈，要乖哈。啊，呀。妈咪，爸比不是最喜欢看手机的吗？为什么还会把手机忘在车上，没有带下来？雨萱可能抱唔到，阿姐无可能把手机啊带咧，就家己转去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。雨萱，帮我赶紧转去找爸爸。嗯。你讲的足迹到啊？敢是真？我唔知影诶。这敢是帝王酒店？是啊，这就是你讲的成功路上的帝王酒店啊。
安尼就对啊，大派人讲也来家找朋友饮酒，安尼我是不是袂晓？多谢恁，恁是好人。我这有巧克力，我请恁吃。免啊免啊，你来我家己吃。后摆爬山有较细力的，唔能够迷路啊嘞。我知影，多谢，多谢。拜拜，拜拜。这间酒店，他也真派头啊。